梁静茹的金曲《勇气》陪伴不少人成长，亦鼓励了不少人。这日静茹在社交网铺出《勇气》专辑封面，原来这张令她跻身华语歌天后的专辑在2000年8月2号发行。静茹留言说，一晃眼20年，我好吗？你们好吗？不少网民留言说，原来神曲已经20年，又说20年后还是一样动听。正如日前被网民见到同前夫赵元彤一起出席6岁姐姐赵奕晨幼稚园毕业礼，似乎已经走出分辨阴霾，希望这首歌都可以给到正如勇气。